球的神秘之处，就在于岩石圈的每一块石头，都能够讲述一个关于地球历史的神奇故事。让我们来听听这块石头的故事吧。它叫做南陀冰碛岩。冰碛岩是在寒冷的地带，由冰川携带来的碎石、角砾和泥沙沉积形成的。南陀冰碛岩年代古老，形成于6亿多年前。当时地球完全被冰雪包裹，极其严寒的气候延续了1500万年。根据地质调查，南陀冰碛岩在我国分布很广泛，而且类似的冰碛岩在全世界各大洲均有发现，甚至现在的赤道地区都能够找到。冰碛岩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的分布，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地球历史故事——雪球地球事件。雪球地球是如何形成的呢？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8亿多年前，当时地球上只有一块巨大的陆地，被地质学家命名为罗迪尼亚。后来由于地幔岩浆活动的激化，罗迪尼亚开始发生了分裂，逐渐地形成了若干个陆块。罗迪尼亚的分裂虽然并不是造成雪球地球事件的直接原因，但是这个唯一大陆的裂解对地球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成为最终引发可怕的雪球地球事件的基本原因。众所周知，地球上气候的变化宏观上很大程度取决于温室气体，也就是二氧化碳气体的浓度。地球大气圈中如果饱含二氧化碳气体，它就会像一张巨大的毯子一样包裹着地球。这时太阳辐射到地球上的热能会被浓密的二氧化碳气体严严地裹住，不能散发到外层空间。由于热量的积蓄，地球就会变得越来越温暖，这就是人们常常说到的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强弱变化的关键取决于大气圈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二氧化碳浓度越大，温室效应越强烈，地球就会变得越来越热。反之，二氧化碳浓度降低，地球上的热能能够迅速地散发，气候就会变得越来越冷。罗迪尼亚的分裂与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又有什么关系呢？根据专家的研究，地球上唯一的超级大陆的分裂，陆地与海洋环境的改变所产生一系列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的后续连锁反应最终酿成了可怕的雪球地球事件。详细分析原因是这样的，超级大陆的裂解不仅加速了岩石的风化剥蚀过程，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沉积作用和新生岩石的形成。同时，唯一的超级大陆的裂解使得海岸线和浅海环境所占的比例极大地增加了。大量浅海环境的形成为原始藻类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些都是直接造成地球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的重要因素。首先，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无论是岩石的形成还是它的风化，都会消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尤其是海象碳酸盐岩，也就是石灰岩的形成，需要消耗大量的二氧化碳。由于石灰岩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而大量碳酸钙的形成不可避免地需要吸纳巨量的二氧化碳。根据地质历史的调查资料显示，地球上二氧化碳浓度下降的阶段正是碳酸盐岩形成比例急剧增长之时，因此很明显，
碳酸盐盐，也就是石灰岩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锁进了岩石圈之中。在整个地球化学成分分布系统中，岩石圈是最大的碳库，它储存在碳酸盐盐中的碳含量大于地球上海洋和陆地植被所含碳总量的千万倍。其次，罗迪尼亚超级大陆裂解后所形成了许多浅海和冰岸环境，为原始藻类的大量繁殖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于是各种藻类迅速地繁盛起来。藻类的光合作用消耗大量的二氧化碳，产生氧气。原始藻类的繁茂生长伴随着沉积作用，形成了一种奇特美丽的沉积岩，叫做叠层石。地质学家发现7亿多年前形成的叠层石岩层，在地球上不仅具有非常广泛的分布，而且往往厚度巨大，说明这种消耗二氧化碳的生物沉积作用在地质历史中持续了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叠层石的生长对消减大气圈中二氧化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全球范围内广泛分布的叠层石为二氧化碳浓度下降、温室气体进一步变质弱化提供了确切的证据。叠层石将会为我们讲述另一个非常有趣的地质历史故事，将留待以后再讲述。现在我们关心的重点是二氧化碳的浓度是如何降低，地球雪球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在全球范围内，伴随着消耗大量二氧化碳的原始藻类的繁盛，以及许多巨厚石灰岩层的形成，导致了大气圈中二氧化碳急剧的减少，极大的削弱了温室气体的影响，不仅使得温室效应逐渐的减速停顿下来，甚至迅速地向着相反的方向发生逆变。失去了二氧化碳的保护，地球的热能不断地失散，温度持续地下降，引发了巨大的灾难，最终酿成了雪球地球事件。当时整个地球基本上完全被冰雪所包裹，银色的冰雪将阳光反射回去，进一步造成温度的降低，形成了恶性的循环，使得酷寒的环境完全彻底地统治了地球。根据专家推测，雪球地球事件期间，地球上的气温曾降低到摄氏-40到-50摄氏度，蓝色的地球变成了宇宙中一颗酷寒冰冷的银色星球，大地雪峰冰川广布，厚达1公里多的冰川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从极地一直扩延到低纬度甚至赤道地区。寒冷严酷的冰雪之神以绝对的权力统治着地球，寒冷冰冻凝固了世间的万物，寂静的冰雪笼罩天下。地球这颗银色冷冻的星球在宇宙中默默无声地继续旋转跋涉，时间慢慢地流淌着，雪球地球似乎就要像这样，在严寒冰雪的肆虐之下走向寂寞的永恒。1500多万年过去了，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由于地球内部岩浆活动的加剧，引发了大规模剧烈的火山喷发活动，不仅释放了巨量的热能，同时也将大量的二氧化碳喷出，急剧地改变了地球大气圈的成分，逐渐强化了温室气体的效应，使得延续了1500万年的雪球地球事件终于进入了尾声。地球的演化似乎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循环，包裹地球的冰雪开始融化，冰川将它所携带的大量碎石泥沙沉积下来，形成了遍及全球各地的冰碛岩。
地球最终用广泛分布的冰碛岩为人们留下了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记录。这就是南陀冰碛岩为我们讲述的地球历史故事。